我是阿哲，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哈苏，我认为值得拥有，或者是说值得初学者收藏的三颗镜头。那这三颗镜头呢，我都会选择的是 C 版，然后呢有带梯形镀膜的这个版本。外观的话，全部都是黑色的，然后对焦环的部分是全金属的齿轮型这样子。那为什么会推荐这个版本呢？第一个就是说，它具有一个历史意义，就是说哈苏这间公司它的卖点就是说，哦，我是一个跟着美国太空总署上月球的一个品牌。那相对来说，其他的牌子就没有嘛，对不对？那它就是有一个独特性，就是有一种军规的质感。就是，为什么我会特别选了CT 的这个版本？原因是这样子，就是说 CT 这个版本呢，它有一个自拍器的功能，然后呢，同时呢，它也是属于第二代产品。那第一代产品就是完全的银色的镜身这个版本，基本上这个版本呢是他第一次跟蔡司合作成果这样子。那第二个版本就是说，因为蔡司后来研发出了高保真镀膜，就是所谓的梯形镀膜这样子，在颜色的部分，针对比如说像是彩色的底片之类的，做到颜色更色准这件事情。那不是说银色的就没有镀膜，或者说银色的镀膜特别差，应该是这样讲，就是说银色的镀膜在针对底片的部分，有时候在暗部的时候呢，可能颜色的准确度，或者是说各个设计上面的准确度，可能不一定那么的准确。好，那可是这个在我们现在拍摄的话，我们这个可能会人家会说叫做老镜位。这三颗镜头呢，他们是我认为相对比较好入手的，因为通常要么是套镜，那要么就是说他们因为产量比较大，价格会比较便宜，你找到品相会比较好。那不用担心成像问题，因为都很棒。成像的部分都不用担心，基本上蔡司在这一个时期拿得出手都没有烂东西，对，完全的优质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三颗镜头，他们分别是 82.8 Planar 的版本，然后它是属于标准镜。望远的部分呢，或者是说人像的部分，它就有所谓的150F4 Sonar 的。然后广角的部分呢，就会是50F4 Distangon 的。那这三颗镜头呢，分别就是你在市场上最多的。那我知道一定会有人，我刚刚介绍完这三颗镜头以后，一定会有人跟我说，我觉得这三颗不够好，这三颗啊，80那颗啊不能买，82.8不好，要买103.5。103.5那颗镜头啊，看解构图啊，看 MTF 图啊，原厂提供出来的数据，他就会强调说这颗镜头它是完美对称双高丝，它针对微距几乎是半颗属于微距镜，属于记录性质的镜头，它的成像会更加的锐利，这个我绝对不否认。然后举例来说好了，像50F4 CT 版其实应该要买后期 CF 版，后来又出浮动镜组的，就是有两个对焦环，先对浮动镜组先调好距离，然后再去对焦，然后就可以去把边角近距离的时候把边角的校正做到最好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啊，150这颗虽然经典，但是它的有一个兄弟镜叫做180，180跟它的光圈数值是一样的，然后也是 CF 版。那他们会讲说 CF 版这一颗呢，它具有就是更讲究的用料，然后Sonar 的设计是更好的后期的设计这样子。好，那其实这些东西的设计的来由，其实除了第一颗之外，100那颗之外，讲白一点，就是因为哈苏后来卖得好，这些东西才能出现。
很多人都会说罗赖也有蔡司的镜头啊，罗赖的镜头就是没有像哈苏，因为它发展到了第二代、第三代，后来一路发展下去，它有很多东西呢是与时俱进去做修正、去做增加。因为举例来说好了，150跟250当初的设计是这样子， 150接下来就跳250，那中间的有一个空白就没有了，那所以后期的部分就叫蔡司再把这个东西再补上去，对。然后呢，像50F4这一个焦段啊，50F4这一个焦段呢，在其实这个东西呢，在无限远的时候或者说拍风景的时候，它是不影响的。可是你也知道，哈苏对应的就是摄影师就是有各种的物理，就是对于摄影的物理要求。那我在最近对焦的时候呢，这颗镜头可能会在全开光圈的时候，它的边缘会有一点点的变形，然后画质有一点点微微的崩掉。如果你对着建筑拍的时候，你近距离拍建筑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它边角微微的崩掉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它就会出了一个新的浮动建筑板。那这些东西零零总总，我来讲，他们又会比我现在买的这套哈苏镜头再贵大概2到3倍以上。所以这样子你就大概知道了，就是说，这些东西它的价格就会水涨船高。很多人就会去想说，因为我以前玩过 Bronica， 玩过 Mamiya， 然后有 Nikon 的，有 Zenanon 的，有各种不同的版本，或者说像其实有一些我很少介绍，像 Pentax， 这些东西，很多人就会去问我说，哈苏用起来到底是什么感觉？因为他们可能不一定说，我买 Bronica， 我不代表我一定有钱可以去买哈苏嘛。那因为我们很幸运的就是说，我刚好把这几个版本我都稍微玩了一下，比较了一下。那就是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差异，这样子。哈苏的镜头跟举凡零零总总这些日系的镜头，就是还是有差异的。举例来说好了，我们可以因为还是要看原厂数据啦，但是日本人在原厂数据上其实给的不多，那反而是有很多其实都是不见的啦。那因为哈苏这个是一个很指标性的品牌，很多东西都有。被彻底良好的保存，那就算没有良好的保存，也有第三方去保存，所以呢，他们基本上都是被资料被保存的很好。那你可以去查到他们很多原厂的数据。我们举例来说，第一个好了，你一定会看到它上面会帮你标注，就是哈苏的这三颗镜头里面啊，变形都没有超过1%，就是所以因为定焦镜照理来说变形不会太大，相对来说，但是。变形都没有超过1%，最多大概到0.9%而已，所以你会感受到变形量非常的少。我们在广角上变形量也超少，然后在望远端的时候也不会有明显的变形。这个东西呢，可能在某些日系厂牌上不一定能够做到，不一定能够做到那么好。就是相对来说，尤其是广角在变形的表现上，就很看那间公司的镜头制作实力了。好，那举例来说好了，散景的奶化部分好了，Nikon 的 Bronica 的那颗标准镜其实相对来说不奶啊，就是它的，因为它是，其实它就是一颗微距底的镜头，它就是一颗微距镜，所以你就觉得它的散景的表现，尤其是在无限远的时候的散景表现，感觉就是不够奶，你就觉得它有点二线性。二线性在现在镜头上很少，你就觉得这是一种老镜位，所以其实我觉得也不算是一个很严重的缺失。然后像 Mamiya 的镜头， Mamiya 的标准镜，尤其是双眼的那个系列会比较炫一点，因为它就是做的比较小，它比较容易在散景上有旋转。那这个东西在当时都会被视为是一个比较小小的瑕疵，我们在现在看都觉得是一种老镜位，所以如果你喜欢老镜位的话，这些都不成问题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就是镀膜的部分好了。镀膜的部分其实Nikon已经做到非常棒了，基本上我觉得已经是很不差了。然后，但是调性的部分比较硬一点。好，那像 Mamiya 的调性颜色比较淡，所以我们一般都会说 Mamiya 冷调，颜色比较没有那么的饱满，可能要到后期 KL 勉强好一点，但是颜色也是偏冷调一些。那蔡司在这部分真的是 CT 镀膜帮助他了很多，应该是说他有研发出这个东西差很多。如果你去买后期的 CF 的话，又会更好一点点。然后。这些零零总总方方面面，就导致了说，
大家对哈苏的评价一致高的，就是胶内锐，三金奶，颜色很饱满，对，所以这个东西啊，大概会比日系的厂牌，感受力上好个一点点。很多人就会问说，啊，那我买 Bronica， 我到底有没有一定要再多花那么多钱？其实，我觉得我当时这套哈苏买的很便宜，但是它的价格平均大概要花像 Bronica 或者是说像 Mamiya 的部分，大概要花3到4倍的价钱才能买到类似的东西，3到4倍哦。所以你等于说你要买4台或3台 Mamiya 或 Bronica， 你才能买到像哈苏这样子的产品。那你觉得以一个初学者，你觉得说，其实我会觉得未必需要啦。当然，因为反正我们现在就是，我觉得以学生时期你就不可能做这件事情。可是你出社会，我老实讲，有时候我拍照的时间，我觉得比学生时期少超多的。我觉得我甚至在开箱这些器材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把玩跟拍照要占1:1，就是可能以前我是为了买相机拍照，我现在可能是哦，我买它，我觉得我甚至就是把玩，我那拍照真的拍很少。有时候买一颗超级明镜，结果其实放假以后超懒得出门，就下班在那边说啊急发，然后按一下按一下，说哦听声音，哇那个自拍器声音好好听，这样子，就其实真的拍照的时间变少了，然后结果却买了更多好的器材，去更有能力负担好的器材，所以就把玩器材。那你说拍照出来会不会因为说我拿 Bronica 导致这张照片拍得不好？我觉得不可能，就是真正好的相机就是你有带出门的那一台，而不是特别贵的那一台。